山，哎，整个就是阿里山山脉。那这个铁山年代的所在地海拔大概2500到这个3000公尺，那3000呢就是它跟冷山的交界，就在一路带快木林一路带的上面，就是今天所看的重点。那这个铁山林在现场都会看到那一棵大铁山的那个雄姿啊，那个铁山真的是适合来，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自然的景致。那铁山大长就水，它的光临时铁柱哦，实在就合味。从刚开始上课到现在，一看晴天，真的感恩这片天地有这样子的家。啊，铁山林通常是只有三层结构啊，有时候你这一层可以不算啊，但是大概都是第一层就大铁山的，那第二层会有铁山的小树、中等树等等，那第三层就是灌木层，就是依山建筑。接下来呢，要分不分无所谓，要分也可以，就是比较阴森的，有典型有几种植物，包括像矮菊、川上市双盖菊，还有最典型的针叶树林下，就是冷山以外，就是铁山里的底下呢，都会有一种台湾瘤竹节，那节的叶被翻过来是白色的，很容易认，白色一回一状枯叶。啊，那个是最典型的铁山林的林下的草本，然后灌木呢就是那个台湾姜母，台湾姜母，那快木林呢同样五加科的台湾姜母，另外一种植物叫做你们几乎每个人都看过插花用的八角金牌，哎有啊呢，啊那种植物全世界只有日本跟台湾有。台湾的就是从日本在变革时期跑过来，啊，我从这个包括台湾有一些植物，就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跟日本有，那很典型都是从日本过来，包括快木，我认为就是从日本过来。那铁山林非常单纯，那这个森林里面100平方公尺，大概不会超过20-30种以上，十种的结果那样。能看到的铁山，我其他底下一非常大长的讲碎哈，啊有的来现场问我为什么这里这么多分叉，我实在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，因为每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，每一颗铁山其实也都不同，啊只是说它有一个大概看起来是人的样子，不会分错的啊，那一种铁山，那至于每一个个体个体个体的。差异啊！我为什么越了解植物越研究越不懂的？后来只发现，原来我研究的只是我自己呢。因为其实，在绝大部分的物种里面，它的变异，第一个个体差异，第二个某一个特定地区跟另外一个地区，即使同一种会有地区差异。你看中国那么大，那个东北人跟湖南人就是不一样，不只是个性、外貌。啊，跟上海人跟什么都不一样。那台湾人呢、啊，又见过混血，又更混血的，而且偶尔阿拉伯含籍也贵点啊。有兴趣，这个是人文的演化，其实站在生命生物科学观点，也可以诠释大半以上。那每个个体有个体的这些差异，族群差异，物种那差异那当然更大了。什么叫做同一种？就是呢，它的个体在自由的交配之下。可以产生健全的后代啊，而且还可以再继续延展下一代，这叫同一种。狮子跟老虎会生出狮虎或虎狮，但是呢，它就不，狮子老虎就不是同一种，因为它的小孩不可能有生育能力，对吧？那全世界所有的人，黑人、白人、黄这个黄种人等等，啊，红人、红欢那些人，为什么叫同一种？因为给他们交配都可以产生健全。下一代，那你会说白种人跟黄种人算是什么种？要如果来分的话是亚种，亚种 subspecies， 因为它有地理的分隔所产生的。那
那如果在地的有一些变化的，我们可以处理成为变种。那世界上没有纯种，因为纯种在演化上就差不多它要再见了，要消失了。那铁山每一个个体以外，另外呢，我不是要你们把小朋友的时代看到年纪大的照片拼凑一下，小时候有小时候的样子，长大有长大的，也是，也就是说个体一生的变化也是变异，然后个体的上部到下部各个地方也不一样，所以你说找到一种树种，以前啊，那个学生在我们带学生啊，野外在鉴定什么，有的学生还故意啊，拿半片激情的叶子来问我，还以状物叶其中一个小叶来捡半片来问我这是什么种类，啊，真正很熟悉啦，互你问会倒啦，啊，因为安怎，阮咧做调查前啊，整片森林扫过去，包括小苗什么都要认得出来，啊，这个上困难的是要草啊，草啊，禾本科的那些真的很难。但是在原始森林底下，通常不会有那些禾本科的东西，那个都是所谓的杂草，自生杂草。那我们欣赏的铁杉，铁杉最大的特征就是什么东西？古柏兰啊！所以这个都跟你们讲过了，下雪、气候变寒冷的时候，铁杉就一直往厉害爬，你别看那掉雪地，那冷杉就有办法。那这个铁杉林，那基本上就是属于台湾的。现在目前采集最大的针叶纯林，因为木材没有太大的这个商业价值，因此才保存下来。那早期底甸这个塔塔加地区也是这一位先生，啊，也是后藤新平，这个跟阿里山开拓史是连在一起的。那 OK， 这个也是就是，这给你们看到昨天晚上，啊，当年的总决策。日本人的大官要做什么决策，是自己真正了解内涵，而且当时日本时代的种种规划都是思考，都是五十年摆的，希望是长期不变。那后来又你要知道，台湾最大问题就出在两岸换老爹啦，跟换政策换种种的啊，所以一个政策都是隔不久就不见了，所以。通常政策只是造恶的工具，表面上一开始谈起来都很好听，那后来为了要掩盖这一大堆烂账，所以话越讲越极端，那讲到后来这个语言就不再具有可信性，那这也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很可惜的。那我们说过，从这边开发完以后就开始往这边，然后其中有两大条，我们的是塔塔加线，那原来在下面一点还有一条观猎的这个男子信息，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附近。这附近呢、啊，包括新中埔的这个地带，以前在二次大战期间啊，曾经在这个地方我们去过的。你们知道，在警察队后面哈、啊，在警察那个后面那里就是塔塔街油漆区，那里以前干什么吗？日本人把它用来试验和牛的试验，在那边养牛。现在你在起戏我讲，印尼呢，就不能起来告你来了。他拿下台湾，他最主要是把台湾当作南进基地，往南拓展他领域的航空母舰。那在台湾的试验，从高海拔温带的试验，到低海拔热带，他很多热带的东西就是在台湾的低海拔恒春半岛一带做试验。那他甚至于呢，培养很多的。像说在这里就是试验温带，温带就是打算统治中国之后怎么样子，这个在哪里应用什么样，在这里试验就是和牛长在温带的。后来二次大战日本已经是战败了嘛，哈，已经完全西瓜，一龟架炉胃啊就被养的人就偷偷杀掉吃掉了。那因为那个养牛的关系，就留下当时要养牛有挖了几个水池储水。给你看看，这是鹿林山，日本时代的鹿林山，啊，那是一山主峰，一山前锋，这是鹿林山一带。其实这里呢，在原住民经营时代，早已经铁杉林烧掉大半，已经变成所谓的高地草原、依山建筑的草原，这是火灾来的。民国五十二年又来一次大火灾，导致到呢，把这里的铁杉林全部烧掉。
这个我1980年代来这里拍的，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一颗，要不然我们上去那个地方会看到白木林，啊，金马龙母啊，啊，所以这是较早地震嘛，啊，迄回是炭蜡引起的回烧，啊，造成所谓新中埔的夫妻树，啊，就在这一次的这个火灾，这个就是夫妻树。那夫妻树当然也会长掉，一定会长掉。而这两棵很奇怪，为什么大一点的他们都叫到底来？这个没有所谓公母啊。哎，你们知道植物呢最会变性。台湾红炸风，小树长起来的时候开的花都是公的，够大够肥的时候就变成母的，因为这样比较有能力生小孩。他们变性跟内在的荷尔蒙不像动物啊，还像人还要开动手术等等。你知道动植物里面本身啊很多，而且物种越原始，所谓的越原始就是越接近啊，刚刚发生的那个阶段，它拥有更大的变化的能力。演化末端的呢，通常不是要灭绝，大概就是要独霸全球，要不然呢，大概。但是呢，从整个生命观看来，人类不是最远近最了不起的生物，演化也不是趋向完美。从来没有，那些是人自以为是的、自以为中心的啊。这烧成这铁手，这个两棵所谓的夫妻树，这是红怪，1952年才烧掉的啊。然后男子先妻在砍伐的时候，这个就在塔塔加安湖那里。我们今天去那边拍照的，以前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几台机，哦，遐查就掉，遐拢台湾人，这个干好啦，民国60、70年迄阵，60多年迄阵在做啥的？拢是自家在咧了啊，啊，才变做国家公啊，变做保护区啦，啊，观光区嘛，真的是没什么东西好看，要观光嘛，啊，那就是在当年在集采的时候，然后东埔温泉就是我们停车的地方，在那边尿尿，然后从那里走上他老家安埔有没有？那个地方的下面一点点地方就是东埔山庄。以前我们登义山就是要来这里过个晚上。那以前的铁路你看到没有？现在完全拆光了，就是到了那个东埔温泉那里，这个就是沿着新中，我们以为的新中道路就在这里，铁路来这里，这里有提木柱，把各个砍伐的木材放在这里，然后带出去。你看这个火车的啊，那个当年，后来就是当年在吊木材。啊，你无看这個，你想啊，台湾的山本来就是安尼，我爱查侪，台湾真正山迄个生命树，啊，你看，当这样一采出去，就是塔塔加线，啊，后来就拆掉了，你看，就是陈小的爸爸曾标到的，拆这些木材去卖，然后开新中堂，然后国家功能。这是当年的书长啊，现在啊，就是郭老总，就开始，然后在那里设立游客中心啊，这个都在我在任内的时候啊，然后我们后来在这里来调查等等啊，这个就是当时的东埔山庄，东埔山庄啊，我1980年代的时候拍的是这样，隔了18年是这样。你看有什么差别？再看一次，降碳18年，原来树，是哇，拢发大长啊，有无？起码有个经过10多年，即使现在可以再做一次，那前后30几年的对照，看这个地区的变化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去塔塔加那里，有一座山就叫做东。我们要去大铁山的时候，还没有到大铁山，就在这里看到的东埔山，还有这个山坡地，52年火灾烧掉以后的白木林这一片，然后台大就在这里做了很多的试验，那我就给你看看他们的变迁。你看，经过18年就这样，照林种的都死光光，长出来都是二叶松跟那个华山松，啊，那这是。1993年的火灾，
就是我说我们这个森林运动以后啊，有些人就去放火，就烧成我们在塔朗加布看过去1993刚烧完的时候的样子啊。你今天看到了那个玉山前方的那个阳坡有没有啊？刚烧完的时候那一片松林烧掉，当年我们做好的这个里程碑也一样都烧光，后来经过10年以后再重新再做，这就是在现在立上去的那个 landmark 啊，这个一块一块抬上去做啊，到台影去1.5公里，所以到台影是8.5公里的，把它先走上来。那我们接近塔甲，从今天走过来塔甲湖，你看看，这是还没有发生洪灾的时候，这边都是银山的森林，这边也还没有辟防火线，给你看，对照一下。刚才，这火灾烧掉以后的，在火灾烧掉以后再长出来，然后从前方看到塔朗加安布在这里，你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个地方都已经新辟防火线，那以前森林砍光，他们就造林，他那个造林抬得整整齐齐。一排一排的有没有？那这边的就是怎么样？你会看到一条一条线有没有？他们是利用人工找原住民，一条一条把建筑砍掉，就砍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再挖洞，然后种红块，就种下去。哦，这是后来再种一次，再离异一次，这个全部都造林。但是都没有很成功的啊。那1993年火烧之后，我有找一个学生，那来这里我们就摄像区看火烧过后再长起来。结论是，火烧之后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就恢复原来的高山草原，然后3-4个月就恢复了，就在平淡，然后再重新翻式的一块一块。其实。像我们随便讲一个观念，讲一个什么，在我们来讲，它是经过，就是这种非常详尽的，1个月观察一次，所以在做这些研究调查的过程呢，那如果你讲辛苦的话，那个啊，如果你讲是讲干苦，那你都没心的心。所以今天人家随便讲些什么，其实真正的研究者他是这样脚踏实地过来。为什么我在抗争在运动，我敢叫人吓到底，你什么什么挖沟也行，因为我是这样看过来啊，我算不知道你在说真的说假，那什么学者专家，你看在电视那个一个笑的，他们说你是那你是八三有才调这样啦，咱两个做位出来了，你们要派什么学者专家都可以了，我一个就好了，跟你们全部走过一座山出来，让人家问看你八三，那是伫遮，是一步一卡印安尼行出来吼、哦。啊，我爱讲这個，因为恁拢爱困吼。要注意。然后上玉山，你看。